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山家行周口店原人遗址，位于北京市房山区。这里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遗址，后来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今天来到了周口店原人遗址，这是南方古园。这个是能人，这个是直立人，这个是早期智人，这个就是猿人洞，可以往下参观，看看上边这个。知道有人跟你一块来。这里边底下就洞嘛，猿人洞嘛，原来猿人就从这儿，那个祖先就从这儿起源嘛，从这边就是进口。1929年，这个这不吗？1929年，北京市第一颗头盖骨化石发现处，就从这儿发现的。你看看里边很壮观，你看猿人洞前面写着。这是刚才上看的咱们那个底儿，这等于做了个影像。这个就是猿人洞第一地点，发现这猿人洞的第一个地点，灰烬层。那小鹿还蹦呢。这边是1959年北京猿人下颌骨发现处。这有一种土味儿。这个出来了。